就是对峙他，如果他起了不善的，我就赶快观想佛像，然后观想念佛，观想念佛。但你的心就清净了，所以要多想去想去。哦，想去，可是有时候要我做三昧下没有做，有时候叫我做阿弥陀佛，有时候叫我做释迦牟尼，反正一样啊，只要成佛，什么都是好。你成佛都是好，什么佛都好。哦，成佛都好。嗯，因为我有视觉失调跟情感性分裂，是，哦，我是凡夫了。是，我们都是凡夫。凡夫可成佛，可以，就是凡夫才能成佛啊，不然佛，我还需要成佛吗？我就不用了啊。好，刚刚那个菩萨是还有问题？哎，没有，桂花是桂花要问。因为我们现在七恶罪杀，对不对？那属于重罪杀。是属于重罪。对。那现在我们新闻说要废死刑，那到底废死刑好还是不好？这个啊，我绝对不敢跟你直接说好，没有答案，没有答案。好，但是在比丘界里面呢，或者是菩萨界里面，有没有所谓的波罗夷罪？波罗夷罪代表什么？失去了自己。哎，你当比丘，没有你该做的事情，没有你不该做的事情。那么杀盗淫乱，尤其是你杀人的时候，你就失掉了比丘戒了。代表是谁啊？你是没有办法再当一个僧的，你失去了当比丘的资格。那你说杀人该不该死？我觉得有很多的不同的情况。就是说，你说废不废死？看你站在谁的角度，站在受害者的角度，他可能会希望说，对吧？该死。但是，假如受害者他是有慈悲心的角度的时候，受害者假如说他是有学习过教育，他有因缘果报的概念的时候，他会希望他把他处死吗？不见得。啊，有些人你会知道说，这就是他们过去生的因缘，那这辈子到这里结束就好，大家不会去创造恶业。他会不会认同？真的。但是假如说今天这个众生他是一种极恶之人，他杀人了，他不以为然，他也觉得很开心，升起意乐心，他说我将来还有机会，我还要再杀，那就再杀。对对，因为他在杀人的状况之下，是会选择，所以就会死吗？废不废死这件事情，我想就说，这个需要我们的国家大家好好谈。那你要把它，就算说你要，假如说你要执行，你要坚持要死刑的时候，那你用什么样子的角度，有没有审慎的考量过了？但是人有时候是有诈欺的心，为了怕死，你会种种的欺骗的心态，有时候你法律上也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。因为他们在法律的这个判在考虑之中，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杀人？他为什么要这种行为？他的行为状态就是说，我洋洋得意的那种果相，所以让人家认为他是要废死那种形象。啊，有的人是忏悔的心，我们就可以原谅他。可是他的，所以这个废不废死呢，必须要有很多的角度考虑，就是说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。比如说你看站在谁的角度，或者是说那一个像现在的法律的角度是说他有教化的可能性，就不会判他死刑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假如我要站在被害者家属的角度说他有教化的可能
能性，我可不可以说他教化之后有可能再杀人的可能性？我可以这么说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没有人可以说出的正确的主观的一个，我自己也不敢。但是我从戒律的角度，我知道说的所谓的失去的意志，失去的，或者说失去当人的资格，或者是失去了你被尊重的资格，等等等等。但是你看，佛陀时代那个谁，央觉摩罗，杀了多少人？九今天假如说，你看一个人权团体和一个受害者家属，有没有办法达成共识？不可能。受害者家属说：“天天让我听到西亚，之前不是新闻上就有那个，曾经也是人权组织的人，然后结果他的家人被杀了，他说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面对，和他自己本身信奉的思想有冲击，所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就是处在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。”对，那个很难说，但是可以知道的就是说，佛法里面讲的就是说，还是要重视因果的话，就是重视因果，那这一切会比较容易。不杀了，就不会得到被杀。好，你还有没有问题？课本的问题。还没有看，回去再看。你完蛋了，你才看到第四页。师傅，我那个我想问，就是说，因为师傅还没有，就是目前没有讲到那个说是重过戒，因为他还包括就是说受戒的方向。那有时候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标准在哪里。有时候我们讲这件事情，并不是说是讲圣死。对对，因为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如果这个菩萨不对的话，我们是要去跟他讲，不讲的话也是幻境。可是我现在讲的是《幻王经》菩萨戒啦。那其实这个我就不知道。但是你要确定你的心到底是为了自己，单纯只有这么一心而已。你也假如夹杂了其他的心，就好像刚刚说的杀生一样，你是单纯的只有悲悯的心，然后当中没有再夹杂其他的。贪心、嗔心在里面的时候，他才是单纯的杀了，里面含罪过。那我说，其实所有的戒条里面都一样，你的心有没有很单纯？这怎么那么可贵？你以什么心？比如说，我们在讲说是重过戒，那有时候我们是在讨论，其实啊，你看到哈，这个他是说啊，登地菩萨，我们有上到那里吗？有，登地菩萨今天有讲到。为什么是要登地菩萨？他才有神通和一些什么？不只是神通，登地菩萨还有智慧。登地菩萨他一定是入圣，入圣有，入圣有了这个菩萨他的心是怎么样？他一定有禅定，最低阶都有未到地步的圣。对，对不对？那你有禅定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，它是断五执烦恼，断除你的五执烦恼。所以他说的一切不会因为和我有所关系的，他绝对不是说会损害到我，会利益到我。他没有我的烦恼了嘛？他没有我见了嘛？所以他真的就是纯粹就是人事。那定也是什么？他可以。你自己能够观察出你心态到底有多少种，那我们反正有时候我们不见得知道是不是自己单纯这样子，所以那个谁妙净长老他在讲课的时候，然后有时候就会说啊，我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他就开始讲四众过了，他就是这样，他知道他自己，他也是就事论事嘛，
但是他说这个就是不是，然后大概观世音菩萨，啊，就是，所以我不知道，就是我们可以想一下，我们想一下，有没有那么单纯？那有时候我们当下会觉得很单纯，但事后呢？就是我们事后，当我们的心，或者是我们修行或进步的时候，再回过来看的时候。不好意思，说自己当下应该没有，当下可能是对，也有可能是错，都不一定。当你更进步的时候，可能才知道。是啊，因为有时候是。啊，说四众过，大家都会错。哈哈哈哈哈。对啊，那我们的习性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要改。有时候是气要讲出来的。我供你对话，不是供我心来，哎，但不是，就感告我供我不感告。不是说我供我不用，而是有些事情是必须要讲的。是，假如说啊，我不讲，委婉一点，不是啦，我的意思都不是说委婉一点讲，就是说，因为你那个讲的当下，一定不是对着当事人讲。哦，不是对着当事人讲，当然不是对着当事人。说是这么说，他不是对着当事人讲，有时候是底下我们在讲说啊，在讨论事情，讨论事情，对，比如说我觉得今天，比如说发生一件事情，我觉得他这样子的错。假如是就事论事，就事论事，对，那应该就是比较单纯的。是，我是不是我的意思说可以就事论事？那就事论事，问题是出在我们就事论事的时候，有时候有没有家长，我们都会延伸到自己。延伸到很多很多当中的问题，就事论事的话，比如说，哎，大众的讨论开会就事论事，那就定义就很清楚，那就比较不容易。嗯，这些问题，那怎么说私底下一两个人的，那就比较容易会延伸开眼，一直开眼，开眼出去的时候。师傅，那个就是有的时候要如果要种水果，然后需要翻地啊，因为都会有很多小虫要翻地，可是就是因为翻地那些小那很细细的虫才会比较快不见，这样就不行了。因为那个严格来讲是不行，不行，出家人的话，出家人不行。所以出家人要叫在家人知识看事，我想要种一棵树，你看着办。我不杀你去杀，意思对不对？因为如果因为声闻界是遮止，遮止，出家人都说不办。那么假如说，你说怎么做？你说怎么做？像我们自己哈，每天的早晚可以去回向啊，互相杀，互相杀一切众生。对，有时候不小心。对。不小心，那个是没有办法。对啊，就没办法，就是除非就是不重。他说，再来就是说，有时候我们的杀，我们要起杀心，那结罪也要自己起，因为你不是故意杀。是故意的。对。啊，他小孩子有文化背，如果妈妈在讲，对，决定不重，因为家里就有后院啊，然后就是如果堆肥也是会有很多的小生物。对啊。像那个有机的，我都不去买。有机的很多虫。哦，那个一个菜，高丽菜回来全部是虫，还有花野菜。哦，那个是，哦，开玩笑，直接的那些东西。杀啊，还有它明确的定义，起杀生是众生，啊，它有几个条件具足，你才是犯众。因为光是你要挖地，就会有很多小虫在秋你。你要翻地，那时候，对啊，就因为我们也都装了，我们知道。对，师傅有这么小，我可以证明。百丈禅师他们一日不做，一日不死，那种。对，那都可以装。就是有角度的，还有时候就是说，你不要有那种故意伤害他的心，是不会故意伤害的心。就有些人看到蚯蚓，哎，我光变成两只。这种，哦，这样就会变成两只。那不对啊，那不对啊，他不需要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啊。是吗？啊，
有时候它是分的，一个是戒罪，一个是因缘的问题。就是说，戒罪是我们受戒之后，所以我为了要使令我们戒清净，就是我在佛前证明说，我将来不要再做这些事情。那么我还去做了，你才有罪。那假如你没有受戒的时候，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杀盗淫乱，你才有所谓的罪。那其他的里面所谓的戒罪、犯戒的罪，你说杀众生这件事情，比如说你不小心杀的时候。虽然它是属于性罪，但是你就少了一个戒，没有受戒的人少一个戒罪。然后，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。因为有的时候蚂蚁吃，蚂蚁到身上一拍它就死了。那不是故意啊？对，不是故意啊，就是那个是反应反射性动作。师傅，你看啊，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杀到杀，比如说它蚯蚓啊什么。那梁武丁那个案子，那前世是，哦，他不是那个吗？就那个虫吗？其实就是那个蚯蚓。那个，以我们不要说我们现代，以佛世的时候啊，他那个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文明的那种故事。你假如是生活在那种乡村农下的那种山东，你走路会被他死。一定。都是同样的意思。我有记者说：“若于足下尚且行，愿我及时生净土。”所以也是因为什么出家人所谓的节相？节相是为了保护众生嘛。对呀，那个季节是很多的众生出来的季节，那你出去的时候容易伤害到更多的，因为当时就是只有靠脚嘛。对啊，我感觉他，所以他不是在这。这些去帮那个，这个应该算是比较直末的地方吧。还是回归到众生有情为主，有智慧的有情形式为主，以人为主，那这些不是说他不是人，我就不管他不是，是我们会注意他，就是会把他。看什么重，偏重在己，偏重在己。老师，我们要怎样做到大乘佛教？我们现在就是大乘佛教了。只要你发菩提心，就是大乘佛教。你的心心念念想的都是一切的众生，就是大乘佛教。像刚刚他们讲的，比如说他想到这些有众生，这个都是大乘佛教的菩提心的展现。那祈求世界大同是更大？对啊，更大啊！世界大同还不够啊，然后够大。三界众生同证佛道，这才大的。三界众生同证佛道，世界大同只有这个世界而已，对不对？师父，那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同事昨天拿的，但是因为我们那边也是很多蚂蚁，他在农。他都会种很多那个，对对对，对，我们那边那蚂蚁种很多东西，我是拿一个那个神奇药笔，就是大陆才有卖的啦。他说那个只要这样画一下哦，那蚂蚁还不示范的话，一只蚂蚁在那走，它这样圈一圈，那蚂蚁就敢从那圈圈跑出来这样子。然后他说这个是无毒的，无毒的，他说没毒，然后蚂蚁就过一下，然后再从那圈跑出来。就涂了一条，然后过了大概才十分钟啊，那个桌子上把很多蚂蚁全部不见了，就是不知道是有什么味道。然后他说他的办公室啊，居然有很多蚂蚁，也会有蟑螂，所以他就会去画那个墙上。然后画了以后，他说那个都无毒的，可是隔天去早上的时候就看很多大蟑螂的尸体在那里。他那到底是可以用吗？还是不能用？但是你没有办法证明它是因为那个就杀死蟑螂。哦，所以它是无毒的。对，没有办法证明它是无毒。没办法证。但是蚂蚁没有死啊。蚂蚁会死哎，蚂蚁后来可能没有死，他说有看到会有一些蚂蚁会死掉。只是它蟑螂，只是不知道是对，就是好像两种都会死，
这样子。那个要去问他们啊。他那个有一次，他自己家里有一件事啊，有个机缘，所以他有打电话到大陆厂商去问说那个是无毒啊，他说嗯，那是没毒的，那个制药的药品说没毒这样子，所以他就很放心的拿来用这样。对大陆的蟑螂没毒。对啊，不知道哎、欸。然后他就很好心的帮我那边也画嘛，可是我就是怕他会杀生啊。所以我就趁他走掉的时候，赶快拿湿纸巾。对，过了十分钟，真的同事都不在的时候，我就赶快过去。我觉得像他们这样比较好直接，因为像家庭主妇，就有时候我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是难免的。别人怎样啊？是别人，不是我们自己啊。要去创造什么？哦，所以那个笔应该是，如果我怀疑他的话，我就不能用嘛。怀疑就不要用。你觉得会造成你的困扰，会伤害到这些众生，那你就默默的帮他偷偷擦掉。哦，可是后来过了十分钟就被他发现了。没关系啊。我是佛教徒哎。对，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就不希望这些众生死掉。对啊，后来我就跟他说，因为他们也是一个对，然后他也可以接受啊，所以他应该也知道。对，你去那个我看不到的地方啊。那电视上广告那个蟑螂药，贴在那个小小角，那个就是要让他死的啊。那就是让他死。对啊，我买那个药就是要让你来，就是要让你死掉的，就是取杀心啊。杀心，要杀死众生的心。因为你知道那个蟑螂药它一定死，对不对？你不用没事嘛。那、你故意去买来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不是要让你走，不是要让你死，那是不同的心态。你知道它那个一定会死。那种药不是它闻到那个味道，然后它就搬家？是，对啊。就我的意思是说，那种药不是让你那一些众生就闻到之后它不喜欢，然后就。多数的是像，为什么老鼠药老鼠会去吃？假如是他抗拒的味道，他不会的。就好像我们在农田附近，你闻到农药，你会过去吗？不会。不会啊，对不对？那假如把农药弄成很香的味道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过去？不会啊。你挂。同样一道理嘛，会加工嘛。那老鼠药就是怎样好吃吗？它不是弄成，就是它闻到那个味道，它就是让它自己去。我跟你讲，科学家很多，他们卖的那个产品，我们并不知道它的新研究的过程是怎样，它是到底是为了让它走开，还是为了让它死？商业人士的这种。行销种种是不可靠的。对，反正要把东西卖出去了。假如说你觉得说会造成他的死，那我们就不要用。我觉得，先一两处好入味，先一处好入味。这就不是今天让人知啊。是如果数量少的时候不处理，到时候越来越多，就没办法，就泛滥。对，这也很困扰我。我也是。你是说蚂蚁啊蟑螂？都是一样，因为有的时候蚂蚁很多的时候。我跟你讲，像蟑螂，就是找出它的窝了。然后整理干净，整理干净，然后就念阿弥陀佛，然后把它整理干净。念阿弥陀佛没有？就是整理干净的。整理干净。对，我知道的是这样。那个蟑螂会从排水，像我们大楼一定是从排水口。你的楼上楼下在用药的时候就跑到你家。所以那个浴室很容易有那个蟑螂，就是因为这样子排水口。对，有时候家里没用药，可是蟑螂呢就是死掉了，翻里面就是它。明天要找一个法制专家过来跟我一起讨论。对，这样子。哎，等你都没有问呢。
确实很困难，但是假如说哈，比如说我之前在山上有那个罗锅来我的门口，我有什么地方做锅，好像很恐怖哎。那一开始一吃嘛，你就看着它放在锅里上嘛，我还可以后面看到它怎么做。不对，越来越多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有生命危险呢。办了，又跟邻居说，哎，我那个虎头蜂，我不知道怎么处理。消防队啊。没有，我就过一阵子，他就来处理了，这东东就挂掉了，这样子。是吗？还有一种啊，嗯，我记得我有，但这不是在说我自己那个啊，就是。我有一回在山上这个进修的时候，啊，我是说自己解下三个月不要下山了，然后我安排固定的工作。那房子的附近刚好长了一个长角黄蜂的窝，很大的，它本来出出入入的都不会怎样，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。结果呢，我要那个到了时间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初一到初七我拜忏。连续拜七天的时候，那前一天呢，他就不小心跑到我的鞋子里面，然后我不小心钻进去，他就咬，然后我就说脚就肿起来，这样，我就肿起来，明天要拜了，我就跑去菩萨，你看，怎么拜，对不对？想想办法，结果隔一天，隔两天。来了几只大只的那种虎头蜂，把它整个巢灭掉。真的哦，我把那边有听到的，通通都咬死，好惭愧啊！我惭愧，听到你就惨掉，我不是叫你杀的吗？结果，对啊，是吧？我叫你赶走它，结果把它弄得全部地上都是。它好像会一目刻，有一种会刻另外一种，有的。从小我们养的。还是让虎头蜂咬死。一个虎头蜂咬死。所以现在我发愁的时候就是这样。有些事情就是没有到。我快点了，时间到了。师傅，这时间到了还是再一个问题？再一个问题。老师，什么叫做无功用心？无功用心啊，无功用心，用心啊，无功用心，无功用的心，不是说不心，无功用心就是说我们的内心不是刻意的去造作而产生的行为，叫做无功用心，或者是说，另一种解释就是另一种不同的地方的用处的时候是，你做这件事情它是没有功的。功用心，就是看你用在什么地方。是，我们要到彼岸，要用方法，要乘船。到了彼岸呢，就要把法跟法要放下，然后这叫做无功用心。这叫做，你是指说到了彼岸就不用用，不用。不用那这种的无功用行，就是说这个人啊，他契入圣道了，与我无我所相应，所以他不假思维，就是与地义地相应而生的一切的行，就叫无功用行。那是不同。我们还没成就圣道之前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经由思维、经由定、经由慧啊来产生。指令我们调伏我们的烦恼，乃至断除我们的烦恼，那么这个叫有功用行。那么等到你成就圣道的时候，你知道是世间这一切都不可得，这个我实在是真实不存在的，是我争议出来，真实没有这件事情，没有这件事情，你连要断的也没有一个对象可以断。你彻底的了解说，它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，它是不真实的。水里的月亮，我们不会去想说要把它灭掉。因为你直接就知道它是假的，镜子里面的我们，我们也知道它是假的，你根本不会想要去改变它，改变镜子里面的东西。所以，当你契入圣道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一切的无我所
都只是假的，没有真实性，没有一个真实性的体验，你连去对视它都不用，没有真实的东西。那连佛号都要放下，分别错，分别错，要分别说。假如说你与地义地相应的时候，佛号都是假的，都不可能。但是你为了成就你的圣道的时候，让你，比如说我现在只有出土或者出地了，我在增加进步的时候，那我必须要假一个方便来使令我的心，不管是我训练强地或者是训练什么，可以让它逐渐的进步的时候，那么它等于是一个假方便的，是假方便，假方便的存在，你才有办法去动它。第一地就是没有分别执着，没有妄念。不是没有分别执着，而是知诸法实相。知诸法实相，知道世间一切法的真实的相貌。诸法如，一切的东西都是平等无二无别。我们现在是有分别。我们会有所谓的长短方圆青红赤白善恶善恶等等，这个东西是分别。所以说般若将入毕竟空觉出细微，这一切都是细微，心是无所得，也没有无所得可得，也没有无所得可念，它一切法正直相是相契相应的意义。生了，正好生了，先下课，你想一想。大众前景。回向。愿以此功德。愿以此功德。普及于一切。普及一切。我等众生。我等以众生。皆共成佛道。皆共成佛道。李谢教授法师一问讯，阿弥陀佛，恭送法师，恭送阿弥陀佛。